他叫玛丽。嗯。他叫李俊。Yeah。嗯。然是，你很高兴。嗯，我也很高兴。你是美国人吗？不，我不是美国人，我是加拿大人。你呢？啊，我是中国人。嗯，好，不错啊。嗯，so， Leslie 很高兴。You're very happy. 对呀 ，Leslie 很高兴。And this is today's class. 谢谢老师。Are you satisfied?